妹啊，你被处理好了对吧？他不上班。哎，这样比较会招你啊。来，哪个女的？我拜託啊，後面叫我收好，是要害我，不是要做我，根本就沒有黑人，還叫我收。後面存這一包200塊的黑人，我明天賣300，兩包300就了了。我跟你講，這個跟那個不一樣，不一樣。你們有市場看過的這一包180至200都有人賣，150塊哦，150塊，但是這比較大隻，而且它沒有發藥，它背後刷金吊吊的真空包裝。就急速冷冻了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新鲜。老贝进来，大姐这个好吗？可以吗？没关系，来300块，你如果可以再讲，不可以我退钱给你。冷包400，给你300都来弄好吗？不来啊？是，可不可以搞了？这冷包400，好我给300，给你做点来啊？我跟你们讲啊，今天你们看到的虾仁，下次你看不到它了。这里咬抓快没对啊？真的没有了，哇！终于，以后再有它，不可能有这个价钱了。沙发后来，好，给你个电话，我先看阿刘。那库存，直接冲阿伟啊！这底下翘二两腿，直接冲阿伟啊！来个加瓜鞭毛哩，对啊。这好肥的啦。我不是方便，这足贵的啊，200-400卖300，来300块来啦，我你送啊，是啦，不要伊，不要紧，来，我300先下，阿姐无同意啦，哎，来300块来，小姐的，来300块，不好意思，刚才那个吼，你动作太慢了，人家他们已经收钱收完了，这200-300已经买不到了，来再送你一包，要料您来，真空虾仁，给我来面加宝，来300块。所以这个要买啊！所以这个好东西你不买，来虾仁300，最后两位了。来，进来400。来300都没了哎，真空虾仁真的不便宜，3包，如果有3包给你，不是2包而已，2包就很便宜了。3包是要了钱哦，恁妹。来弄我黑银，好，安尼我收下哦。来，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可没有虾仁了。蛤蟆，蛤蟆，超车呗。来蛤蟆哦，我套粗一下。我动车也超车呗，到 Q， 等下我搁钓看卖，应该是够有啦吼。阿小蛋姐，来要食云吞鲜虾，云吞来得包起来，一个十粒120块，来要食那200块完，没有了，这是最后一箱了。猪藤、猪尾哥、猪名，来200块，一个够哩，来203块，来一个够欠哩，来40粒哩，来200块，鲜虾云吞只有4个客人，来赶快来，前面大哥一样吼，来前面，二阿麦收啊啦，在前面。有啦，你收啦，啊大个啦，安尼无啊，你今日收收会得啦哈。无啊无啊。云吞没有了，云吞没有了哈。应该是。来，再过来，先来找。吹掉他那边，吹掉他那边。来，别讲顶级烧虾的动作快了。都有哈，刚刚有。好，我知道。来，我先让没有买过的客人看一下哦，没有买过的客人。真的很漂亮，这个解冻就好吃的，去休息还冲阿伟。这1公斤哦，我没有卖你550，卖你400，哦，卖你500，卖你400都不用，整盒都给你，解冻就能吃了。你要不要拜拜哦？想买一盒等你起价，贵你你也当来搞阿妹。来，免500，开始啊，我就买无一盒，来400，来300了，来300块，来1人1盒，来300块1公斤的顶级烧虾，来300块，最后2盒了，顶级烧虾够了没价吗？来300块。通通有了，我你唔知虾仔行情哦。喂，哦，你回国啊？哦，你回国啊？恭喜！我鱼两个啊，鱼两公斤，鱼两。他那没完啊！那你我揣看有人能无？你等我一下吧。人能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黄金炸猪排。顶礼拜你无买着，因为这今仔日较出来。看下来是。哦，做价足够啊哈！真正足够的来，除非这。这个你们去大卖场做大金的一斤大剔除一斤，他有在卖，他是5片装成一个包装，350块，我得哦。那你们再300块来，
足够的锐针、锐刺、锐器在高头上，四对五对，没三个，三百块来两百块啊，两百块给我就好了，不要几个客人哦。我再送一片六片给你，黄金炸猪排来，做好价，啊好，那请请啊，请请啊，哎，卖收收济哦，请请啊，好啦，你这先安尼，好，毕竟唔在收费的，拢唔发声，你要管，拢无咧发声咧，啊，我唔知咩在人爽，这个我帮哥吃过，毕竟咩你唔知，俺这个团队行啦，你败啊，你赢，我唔知啊，你拢家己看到家己无合理啊。来加冕的味道少，小皮这边新打港观光渔港，金炸猪排，新打港，我们自己都常在吃啦，我特地拢点去吃啊。这两份哦，是不吃过呀？无开，别开两份。哦，一几份？哦，两份，两份，两份。啊，你做做伙啊？你？我做做伙。哦对，我一包客等，一包好几分呢，啊，一包也两分呢，嘿，你头壳较好个，敢会使？拜一下哟。行啊，你拜啊，你美金姐姐。来两百块，来后面没拿到，后面没有拿到，后面无客点，你唔敢客开，你去叫伊还倒，啊无你别叫我还。客我真炸出牌来两百块，二人无买着无？来这边都拿到了吗？真的好吃，来最后两位没有了，黄金炸出牌。阿贵阿，咁老好啊！老啊，老啊！阿贵阿无够，等下较过来。鲑鱼肚，够八只啦！鲑鱼肚刚。鲑鱼肚我无咧卖，我卖鲑头、鲑鱼中、鲑鱼尾，就是要鲑鱼肚。下巴有下巴。哎，够下巴。下巴好啦。够下巴好，大好。啊，我那个帅哥回国的迄个早安啦，后下我有找着伊了吗？这好朋友啦，先请伊啦。啊，等下。那要开三千以上嘛？咸猪肉拿出来给我来，肉鸡蛋两百过来。来两百，肉鸡蛋要几啊？赶紧来两百，我都。四个而已啊，四个而已，不要超。假日才有卖吗？对，只有星期六日下午。哦，星期六日下午，星期六一点半，星期日两点。先收十个价。肉鸡蛋，我大只只公肉鸡蛋，只只肉鸡蛋先造出来，我已经卖完了，今天呢？会背背，我来啊，跟两位，安尼来。来，你们来坐吼。对，我算是收牌哩，我大家拢会算给我啦。行啊。我今仔给你点麻将得啊，忙死给奉上，无大家拢没给，我就会，我就无偷啊。四杯，四杯十八杯，来二十杯，来你几个啊啦？无啊啦。好好安呐。拍无啦，较拍无啦。有人无买着无？紧嘞，无买着银钱，来一百块来。太好啊！来帅哥要两百。啊，怎样呢？前面帅哥。嗯。那龟尾啊，龟尾。来一百。龟尾吹出来。应该听你那边。来，把龟尾吹出来。来找戏嘛。啊，无吹着龟尾，先吹下巴无紧。来龙胆石斑桂鱼头，永嘉酒斑。哦，虽然是头，但是你看到拢是肉，都是肉比较多哦。来，喜欢吃的来，来五百块来，这一包一公斤。这后礼拜你可能看无这啊，都有这我就无在遐笑白人啊。来，这样买一包一公斤卖四只，四啊七，四啊八。我卖你五百，多赚你二十块、三十块，卖好个，只能三十块啦，两包俩，这样买一包，来买五百、四百，来三百咯。龙胆石斑桂鱼头。剩六包尔，来两百块，这样买一包来，过一头，一公斤哦，听好，一公斤哦，来掏钱啦，兄弟，来两家头来两百块来，过一头来两百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无啊，剩这边只呢，一包两百块封了，来加好，再见，来两百块来，小姐要来，最后一包了没有了，龙胆石斑过一头来两百块，无啊，就一包尔，来掏钱，非常不要，开始刷结束，要了到平仓。托托哥，托托托，有没有加三碗金糕？问一下，问一下，八五，虾子吗？土烧鳗吗？托托哥，没有了啦。托托应该不啦，纯鱿鱼啊，你们直接。鱿鱼小碗。鱿鱼小，今天没有鱿鱼小。五能级，五能级。那谁的？这个。走了。对，阿伯揣着尾啊，先揣着下巴，我先买。一包五百公克，这个一公斤四百五啦，两包就一公斤，然后被加五百块啊，可以下巴全部取出来吗？
我搁了一摆啊，了最后一摆，才已经了两箱尔，剩最后一箱尔。来，我要吃500块来归一下吧。用烤的，用煎的，煮味增都很好吃，又营养又好吃。来，两包一公斤卖四啊，我卖500，没人要订单哦。一斤卖，我今个花花完，来500就头一个人去归。鲑鱼下巴，五八，不然没得下巴。是，七张。一包给我哩。烤一烤，把油滴。我会让给加多。来，五八号，叫姐妹来鲑鱼下巴，500，有没有吃？跟肉身不会吃啊。喜欢下。好，我欢迎。我讲啊，今天他带买500的牙签。我先问姐，造完啦，走了哈。这三包，一包内煎，一包内烘，一包内煮米线，真正好吃。我无买700，买买哪个600？来500买，来300，300块来。300块来，你要三分咯，900对吧？来300块来，过一下吧。来300块，不是一包两包，三包来。你要买几分？来加几分？来加几？这一份来300块，呀！你三份是九包呢？对啦，九包可以包啊。你啊，我一次啦交不来哦。要清得好啊，你要清得啊是嘞。哎，下班够晚的，好靠要你对啦。这边再一位。来300块来。来我还没拿。来我啊，贝利也大型招力。这边有人的。来加来。再来。加两包，加三包我哩哈。来一包哩，来300块了。再走好啊。下班来关你袂去聊，开始开始。来，我提包起啊！我三包变300，来你个，1000块的。好，来这边。我去拿料料，没有问题了。来下包300块，够三包关掉的。我讲真嘞哈，后抓买买买买，这三包是无啦。阿贝啊，够买一包哟。变帅哥要。买一包吗？来300块。阿贝啊，讲啊，1000块掉啦。掉啦。那别人就袂使咧咩啊？掉啦。因为伊是买1000啊啦。无啦，一包啦，搁一包可以啦。嗯呐，你是咧创哪位？来300，过一下吧，都有了哈，都买到了吗？都有了吗？好，谢谢，那等一下再卖喽哈。这个猪肚无胶机构吧。大姐，我是真的，我知道我是两个龟包啊，两个龟包啊，两个龟包跟我接啊听。来了嘿，我已丢，我已丢。来，卖场一盒109块。一包。2盒218块。外公，我卖两包，无感觉俗。来两克100，煮火锅、煮锅烧、狮子面都可以。来，你两包我啦，200块啦，一克够你啦，稍微较紧啦。三克够你啦，够我接来啦，再切片片来。三盒给你200块来。100块来。工业蟹味牌，来。三克够你，200块呢。两克100了，够少啊。我是真正要为着好食，然后三克200较紧。来200块来，煮火锅、煮汤、煮面都可以。来200块来，来200块，松叶蟹味粉来200，来各三包去掉。最后两位了，没有了。来200块，五花龙面条哈，蟹味粉200块。没有，今天没有。有了哈，那我就等一下再卖喽哈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阿古来，各位讲各位来，偷偷。鳄鱼蟹啊，八块钱一碗。有，兵哥你不用担心，有。来，不好意思，来，我选你花好了。还有很多。不知道，不确定嘛哈。AM 讲500，春节盘，阿伯伯牙签，阿妈两个，然后收只几尾啊？你睇，我分段算啊，我唔敢算啊，卖500，来300，最后一个AM讲，无啊，300块。我卖500，唔卖，你300块春节呐，要吃较紧的，你太好啊，皮拢剥好啊。来，我伊要1000开800面，来500块完。500块。看好哦，小大只哦，超大只的哦，这块手，听我。还有大杯不？来500块，300块500，你买袂到啊？几百个量的，来招七百五阿姨，来500块来，只有一个拿钱。你们家动作五阿姨，400、500块你买掉。画好，来500块来，再上几杯喽你，来5杯喽你啦，笑笑袂袂了了来，来500块来五阿姨，成功啊！来500块五阿姨，来后面小姐来。来陶晶姐，我饮料钱也没领啊，不能扛背。陶晶哥，好多啊，来我饮，要习惯比较宝贵。起笑了，我别啦，我也别啦，来正正前方有。我也别领，大哥，大马姐。我那么开灯来，那么开好，那么开水。我拢开始赚嘞。那么开德明路对不对？啊，唔知。妈妈，谁没拿到嘞？啊，是超明路。哎，欢迎欢迎。哦吼，
安尼你今日只算走啊？你问看我搁有无？你只搁一个，你只搁一个。快点，我剁你的手好人。好。好啦，来大阿伯看到伊啊。好诶。我来。算无看到。哦，你好险！你这条小命吼，大大报开啊！来找我爸，我去救着你的命。我找我爸，找我爸。好，兄弟吧，好，哎，存两百，五百，三百。家里还没用完。好啊。好，我死我。来两百，我来这。好，我死。来，两百嘛，五百哩。这边小小的，来咸猪肉，谁要吃咸猪肉？来，免五百，四百，来三百过来。一只咸面八百，三百我来请，足好吃，足够。来，我要吃的两条哩。来，三百块，没几个人可以买哦。快进来。鳕鱼啊。真的没有几个客人哦。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大家人客，来三百块的。拿钱，要吃咸猪肉，赶快拿钱，超大条的。刚才三百买无三条啊，这条搁请你。来三百块的，咸猪肉来，做好吃。对，真对，差对啊。来三百块，没几个人客啊，就可以哦。来三百块，来最后两位了，最后两个人给减低吧。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个，来给我，来三百块，好，好了，哦，伊会做伙走，乖，伊会做伙走，哎呀，无伊头壳无我的好啦，哎呀，伊也要看物件，要走会分，走咧，走会。这样子的人潮，要我减一条减低吧，抓对。那么之前疫情，来五百的，我先找五百的，好可怕了，减低吧，够吧？之前那个。你们有上五百的吗？哦，你们两千来这边。香肠。来上门玩两个皮吧。假那假，你不会那。站在这边逛。两米条，里面的美食街。你们没去包呀？大哥来。可以从头看到尾。好，我在，我在。啊，后边那个帮我收钱，这个后边这个少年人帮我收钱。来来来。好啊，你等下，你等下，我带用你。谁包野帅哥哎？来找这个三百，打。好了，去包两包。没了，不讲两包。有啦有啦，我不讲两包，找三百，来三百找你来。吃起我钱未足少啊，你卖安尼来吃八包，我吃啊。没吃，找七包。你总之这招对我好，我这招国秀你就赢过啊。咁你把吹掉，哎，帅哥你也减一条。还是你一条减啊？不，你来减几百啦？靠，你看你还用怕？啊，看出你俩，你该换队来呐？换队好啦，换啦，好啦。嘿，全部拢七包拢可以。叫歹势，你创啊，你创啦。会啦。你卖灰哦。你卖灰哦，我今日车半价哦。未来，揣唔着所在啊你。咖喱猪条礼包，好嘅大，当天摆的车车啦，去个车来啊，伊老板。四十包留了没？哦，应该还有。我就两包啦，卖个就一包啦。我叫阿包好啦，你唔较早讲诶，全无伊啦。叫伊家己录啊，阿录啊好伊啦。好啦，好啦，性格好啦。来，这人家吼，外面有一个纸箱、纸包装，哦，五 K 啊，一千。一模一样的物件，这做这样，这叫咖喱猪调理包，不用煮了，加热就好了。加个电脑，加豆类白粉，就几块就几斤啊，做这样。啊，这个是常温包，你回去不用放冰箱哦，别定留热喽。做这样，来杯起来，三百块，三百块来。猪肉咖喱，咖喱猪调理包，来三百，变啊，来两百块我来，两百块。那个阿虎、阿贵、阿贵啊，在问讲。咖喱猪有老的啊，老好啊你啊，安尼我出来吃会当平啊哈。OK， 好。内底有木山有加猪肉。咖喱加猪肉啊。咖喱猪肉。啊，够我那个白萝卜、红萝卜。隔水加热之后倒进去放里面。就直接隔水加热。啊，扁平你也卡老好，啊，甲吊落啊，你就一个人真好食。对啊。马铃薯。哦，马铃薯、红萝卜啦，靠，那是马铃薯呀。来，唔免三百，我讲唔对的。二九九的，我给你煮三七空，这真的不便宜，我卖你一包的钱就好了。要买，这我礼拜五就吃到了，来能把货完的，两百块，绝对要买，因为这个好吃又方便，因为不用放冰箱，也不用冷藏，也不用冷冻，来可以收集。你要给咩贵人啊？
今天我花两百尔啦，我唔是花三百，我免两百。哎，伊免两文，爸，你嘛免两文呀？我顶个提来这咖喱面嘛，爸。哎，真的啦，这个咖喱面也可以。这个你给它放着，你喜欢吃的时候，隔水加热就加热起来。我弄面啊，我弄面拿来配这个啊，也很好吃啊。对啊，你现在单单还端两个来买啊，两个买两份呢。我知呀。各上一包，四包给您来，两份跟落做伙就好，当然是少而已。啊，大你要分开啊，要落做伙。落做伙就好来。来咖喱猪条你包来，赶紧的，真正好吃。来两包过来，三包，来四包给您来，这里两份哦。再来两百啊。哦，不一样人哟，我无同款人一样吼，来，无同组，无同组，过来，你要用拍你，哦，拍摄拍摄，无同款人，我唔知影哦，还是你较清醒啊，我拢是人啊，来，两百过来，哎，咖喱猪通通有了吗？来，两百块，真的好吃，有了哈，好，谢谢，留一份给我，留一份给我，好，留一份给阿贵啊，来，咖喱猪老几位阿贵啊，姐，拜托，来，鸭肉好吗？好，黄金炸虾来了。蛋蛋的肉，四十块，蛋蛋的应该是别王多爱，反正够哇，啊，紧结转，紧结转，我要存两包，两包啊，够我哩啊，来，这个一只四十块，炸好，你来看大间的餐厅，一只六十，一模一样，这是八分满的，老尾只来开三百块两块哦，你来，都叫尾炸虾，黄金炸虾都走了哈，我跟你讲啊，存不贵的人给啊，上面有没有红包饼好看？有。剩不到几个客人了，要吃葱刷饼哦，好好，等下我收我。全部几个人客啊哈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人客，三百块，三客啊拢给你，一客啊六只，三客啊十八只，三百，哎，来两百块来，都来这边炸啊！谢谢谢谢，拜拜，来两百块，黄金炸虾，不是两盒哦，好呀，我花三百，他给我你看。啊、来两百块来的，漂亮，来。吃剩十块，十块啊！好呀，对。来两百块来，最后三位黄金炸虾，来大哥也要赶快。哎，这个真的好吃，气炸锅就好，不一定真正用油来煮，你用气炸锅喷瓜油 ，OK， 嘛是赶快油炸的意思。来，我们接下来两百块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了，黄金炸虾没有了，最后一个客人来两百块，黄金炸虾虾虾虾虾虾虾，你过几年？你要过几年买呀？我唔知道你搞咩嘢就对啦，来黄金炸虾最后一个来两百块无啊？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一个料搁一个，一个料搁一个，动作是神的啊，做到咩啊？虾是没有。好，来虾啊来。来给我下去。来，刚才没有买到虾子的动作快，没五百，没七百，四个客人这样开三百，来两百块我。来要吃虾子的阿爸，我要循环，等我姐来海北虾两百块来，两百块。出物件，出物件，头前无啥物件见。冰淇淋，哇！伊用你炸条咧。哎，你个关姑啊，我看台是唔利用。我咧无用啊。你做无用？你可以。你个饮料好，来好。来一个啊！哎，海北两百块六个，一盘卖袂六个，这一盘四个客人吃就好了。来，赶快，来一人两百块给我们，全部四位而已。来白虾啦，不要捞多的。来两百块来给你，来帅哥你也要，可以一份，可以两份，三份，五份，一十份，五十份都可以。后面很多虾子，你不用担心。来两百块来，最后两个客人吃，整盘都给你们，卖不到一千块了。来两百块，够了，没变的黑啊宝。